咱中国人这个吃的学问，确实也真好，也嘛真广泛，吼，真广泛。包括在这个吃，咱也有这个药膳。刚刚伫咧三顿吃的时阵，吃的饱，不好口味，可以当调养着这个身体。刚刚这个药膳这部分，会使讲世界各国对咱中国的这个吃的分享。非常理解。那在这个清呢，哦，当然，今啊国际会使讲是刚参照的地球转。那每当看到啊，这个日本、大家韩国，因个服装，在咱的古代来讲，是不是也跟咱中国的这个牵连？有这个互相啊，互相通化，以及文化的交流。所以这个多种啊，姑且讲日本、韩国、毛利斯，有咱东方人啊，这个中国以及其他的人。那在着这个用的，哦，过去有来用着这个陶杯、陶碗，也毛用竹篾啊，来伫咧变这文化，渐渐变来习惯。当然，即马有一挂好的物件是真济，不过啊，过分来方便嘛，不一定是对。可比即马，伊即个塑胶碗，啊个塑胶杯啊，塑胶碗、塑胶杯啊，那是见到烧，咱伫咧食物件，啊，个塑胶的迄个气，对咱身躯会使讲是比较较负面。所以讲物件虽然是方便，一碗新时代物件，尽量也是卖用。啊，何况卖讲食，哦，都平常手有去吸着，咱手先久嘛是这毛根，一旦咧接触着这个伤久的这个塑胶，当然对咱的体质嘛唔好。我再来就是讲，伫咧大学附近。那是有这个电塔，哦，那个电塔磁场的干扰，无形中对咱的身体嘛，慢慢的累积起来文明病。哦，日本这回啊，这个核能啊来管理不好，来发生有这核能啊一些问题。当然，科技是带来方便，但是某些方面嘛是带来。咱即系文明以及形象，哦。那古文化虽然是好，但是文化时代当然迄种爱看啊，即个对象的物件较前沿，爱来创新，阿咧来会当来维持，哦。刚才伫咧讲家乡烟花，那即个话呢，就看来讲咱中国人以及。好的文化的三一两不朽，三一两不朽，第三个是五术，五种以及学术，是五术。那这个三，因为一般来讲，就是讲看风水，一就是中医，命就是文命，相命，卜卦，啊个这个相，哦啊，两面接个开始。那这个山讲风水，必然个是讲风水，就是讲这个空气，空气的品质，哦，一个水平。那空气就应该讲到什么方向，什么款环境，应该前东西南北，甚至东北西南、东南西北，安尼就变成了北方，北方就生成了北。所以，这讲起来嘛，唔是迷信，这是咱中国啊，真好一个传统文化。那在这个武术，我只讲是一门嘅学术，当然中医嘛是学术啦。哦，那会使讲这部符合时代，啊，这个相面上，啊，这就是，刚刚讲较迷信。哦，啊，落学是进步，啊，一挂即想法意见。要来甲各位共同的研究。
这个好的文化，我搁再来继续甲维持。下一代子孙，伊就知影老祖先所留落来，即个无价之宝。那即个无价之宝，对咱现代一日常生活，敢有帮助？绝对有帮助。即个武术若无迄个意义，无价值流传，经过几千年，那个怎么也得用？何咱用阿呢？没法听。后来，这个武术慢慢个当作是迷信，当然中医比较接近吼。那么，这个山也不小，哦，人家见人，地家见地，倒不如来化作一个单单一种通病哈。以这个八卦，嘛是一个数字的符号。数字的符号来讲啊，这个数字符号代表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，这嘛是一个数字，敢若一两三四，哦，一两三四有伊的这个特性，用安尼就较袂感觉讲，哎，这敢若有小可这个玄妙也无迷信啊，哦，啊，拄像伫咧讲，这个山都是风水地理。那风水地理来讲，这个方位真简单地讲，可比啊，伊这个树条那是来向北，啊向北观天，那个透北方，啊个小块哩西北、西北方、东北方，当然这个向啊，树向啊向北呢，有食一北的，一边观天一边烈，所以大部分那眼里。就拢甲自白阿要来啊！啊，咱中国人嘛有种讲法，就是讲啊，都坐向甲看，都拿会当讲对当，安尼是上好。当然，这是一般的这个讲法甲论点。那在叶山都只讲一个讲这个风水，既然讲是风，啊，甲这个水质。人无水是无可能无相处，所以就拢先论这个风水，论这个风水要来看伊的地局环境要向倒位。哦，那个透风呢，就尽量莫压迫，要来自拔。哦，啊，进一步再来讲这来源起源。哦，啊，这个两面对倒位来，啊，比较人伫咧看，啊，身体较好，精神较好。他干嘛？他前进，这就是咧讲对这来龙去脉。那这来龙去脉，当然讲起来，是不是感觉讲安尼啊，真奇怪、真玄？其实都只讲，咱伫咧大个所在，那是有这个核能厂，其实是讲这个电塔。现代人都知影讲，住伫迄个附近，受迄个感染，对人的身体无好。哦，啊，既然咱讲迄个磁场阿呢，会感觉无好，那风水地理啊，内容气味甲风味嘛，应该是无好，也无好吼。啊，现代用手机啊来比咧，手机啊，啥物角度较会清，那落去地下室，其实是较偏僻的所在，吼、哦，啊，迄手机啊角度较会清，这个叫做磁场。所以在这个山就是咱这个宫殿，这个宫殿树顶的环境。那树顶环境，人家入去住，当然个人就是环境。啊，咱人本身嘛是先苦阴阳，甲金木水火土。哦，一人甲有阴阳，金木水火土五行，当然嘛，甲这个磁场好甲歹会去感染。所以这嘛不是迷信，嘛会使讲是，莫讲这个科学，科学不一定认定哦。但是讲的嘛是个真深的这个学问甲学术，哦，就是咧讲这个山。中医大部分并唔知影，但是中医若讲啊，他古性病啊，这个慢性病，当然中医的调养也是比较适合。但是现代科技也来研究开发一寡只新药，嘛是另外。
如果啊，一般来讲，中医我无一定要养，应该也是一旦讲啊，达到这个健康啊，这个好处。哦，那我讲啊，这个中医即卖药草拢真济有毒性安住。啊，既然个药草有毒性，啊，丢啊丢啊，那拢有农药啊有毒性，所以应该是未使去排斥。看人身体体能需要，中医嘛应该好去服食药。哦，遐个是讲啊，关于命，拄只在你讲这个啊，我说中间这个命，一般人是讲八字注定，一门七字招数。用安尼就去论，但是其他论法，哦，命理的论法嘛是还不真济，哦，啊，咱重点无讲，只是讲，我大家怎讲，啊，这传统的这个文化伊的保护，啊，唔通怎来个流失去，哦，啊，一代子孙也未当得到祖先的这个母田之富真可惜。那这个福呢，就是属于讲啊，不福。